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继续带给大家元神活动攻略，元神以文杰红遍的一神效应活动攻略。那么今天是这个倒数第二关了，也是战机和大招之后停止获得。来，我们直接开始。今天的话呢，是阿贝多和这个纳维亚。死了之后呢，阿贝多先放一个这个战技，停一下，吃一个威力。啊，吃到之后呢，我们切这个纳维亚过来上场打输出。那边再来一炮，打完了之后呢，不要动，我们吃到第二个威力。好，一边阿贝多把这个一技能换一下位置。先停止移动，我们再吃到这个第三个威力。好，现在来过来清一波罐。他维多了，阿贝多再把这个大招开一下。好，这边左边分数到了，我们直接退，也是非常简单啊。那明天最后一关再捡了，大家拜拜。今天的话呢，是最后一关给的是伊斗和这个千姿啊。然后今天的话呢，是战技和大招都可以停止。好，这边直接开始，哼。开局放一个战技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威力先吃了。然后就正常这个来打输出。一斗这边开一个战技，我们再把这个卡壳了，这把这个威力给他吃了。然后呢，就这个一斗站桩打输出。一斗的话开了大招之后，我们直接重击，长按这个攻击键就猛砸就完事了。一斗打完了，这边丢个牛啊，换千姿来。前置这边放一个战机或者大招之后呢，我们暂停一下啊，把这个威力吃完。等到他这边弹幕出来的时候呢，啊，我们边上这个威力和分数啊，差不多也吃够了啊。大家不想玩的话，就直接退就好了，拿一个奖励就行。那到这边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活动的全部奖励啊，就都已经领完了。来，大家看一下这边全部的奖励都已经领完了，那我们就期待下一个活动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